早上爹爹，早上先生，你好吗？我想介绍自己，我叫尤里亚伊加萨里，我今年33岁，我上个月80厘米，我第一种安心安困觉，我都用到各种好白叶，我身体够，我去做饭，我有一个来跟一个在，我已经做过工人海鲜水十年。正确正 OK， 最初买书坐底马底西山东山，照顾 BB 跟培养个小朋友。我是注意中国生活之境界，做饭做面做菜播煮播冻。海外老板 OK 有安可言，先生太太照顾 BB 跟培养个小朋友。我安肯头，我是注意主要，但系我安是主要。我希望做一海航空游玩多的前辈，我自己同摆细路生饭学。我希望先生弟弟怎么啦？我要做好好勤力做嘢，留宿同埋的先生弟弟共话。多谢先生，多谢弟弟，